冯一宁台北报道，日本男星武木村拓哉接连招日电视台新剧 Bodyguard 贴身爆标，意外于新日常角一幕 CP 山口智子合体，这也是两人暌违22年的再度合作。山口智子在戏里客串演出木村拓哉前妻，而木村拓哉则是演用有神秘过去的贴身保镖岛崎章。该剧播出后收视捷报不断，因此戏里出现的各项物品也备受瞩目。木村拓哉饰演的保镖在团队共同执行任务前，都会与保全公司同事一同伸出手腕对时，并搭配经典台词，我差没有误差，被视为最新流行语。而木村拓哉伸出手时，粉丝们就能看到他手上戴的正是欧米茄海马 AQUATERRA 同轴前纵腕表，这只代表前妻赠送的欧米茄海马 AQUATERRA 同轴前纵腕表，也意外成为本剧焦点。很多人都注意到该表蓝色水平线条表盘，这个水平线条设计灵感来自游艇上的木甲板纹，戴在木村身上更显得云文云武。木村拓哉又在新戏当中意外合体22年前扮演情侣的山口智子，翻舌子照日电视台。木村拓哉在日剧 BODYGUARD 贴身保镖中戏份吃重，合成图反射子照日电视台，木村拓哉跟团队出任务前都会先对时反射子照日电视台。